今天再抽个教训，抓网衣的时候让我竖着抓，手臂抬起来，抓上两绺放地上，啊，从怀里开个兜门，紧贴到坠子上，把它戴在手腕上，这个手啊是平的往前拖，看到吗？左手啊一直保持悬浮，让坠子啊保持悬浮，你们的新手在捡网啊就快多了吧，一点都不累，而且呢捡起来网啊也顺，知道吧？看看这边呢，坠子一滑，捏着坠子在后往上一提，从中间呢再提一下，好，这网就捡好了。捡完以后还打一网，打网啊不要去拖了，因为你们拖网啊当网不知道怎么当，对不对？咱就不教大家伙拖了啊，并把这个手臂挺起劲儿来，这个手呢放在这儿去，放在这儿去啊，来，第一步往前一推，转身扭腰，你看，趁着力量。